人一生了解三世是这样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最重要的不要做得罪人的事情，人家要对你的怨恨一定要化解，如果不化解都会有报复，报复要忍耐，不要怨恨，那好事情。如果有小的怨恨，就记在心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真的，懂得这个事实真相，事实真实，想到这一生当中不要去做一种对不起人的事情，很重要，对你的命运就有很大的改变。好事，战争非常残酷，战场上阵亡很多都不认识，他为什么要杀你，只可以说是业力。世界要毁，不应该有动乱，动乱是决定错误，动乱都是人为的，这些人自己不知道，死了以后都地狱了，苦不堪言。我们应该观察，细心观察，都看到保守。